开始。第一题，一、三、37乘以21。好。哦。对，哎呀，真的。第二题，43。26。哦，我还没乘这个呢。呀呀呀！哦 ，Oh my gosh， 是乘20。你等于多少？乘以25。我知道，但是。OK。1942。对了。第二题我也算过了。哦，第三题真讨厌。他们家在修房子呢。45.5乘以33.5。45.5乘以33.5×5=25×5=27，4×2=15×15=16×13=14=16×5=2。妈妈，1118。哦，对对对对对，1118，对，然后再乘以，你一说话就算错了，8888，10，12，这个不是得四，应该是得11、14、15、1524.25乘以42.5，39130。对了。哎，那我个人办。哎呀，哎呀，1524.25乘以42.5，55×25，1104×21，25×1，15+5=6。
一五得五，得五。哦、oh, no， 五五二十五，二十六，一五得五得七。重新算，一五二四点二五乘以四十二点五，五五二十五，二五一十二，四五二十一，二五一十二。五五二十六，一五得五得七，对，二五一十二得四得五四得八得四，二一十二得二得三四，四五二十二四得八一零，四四十六十七，二四得八得九。四五二十一四得四得六，五二六零八七四六，六四七八零点六二五。对，一五二四点二五，是一五二四还是一三二四？一五二四，这是一五二四点二五。那我弹出来，我发现它。啊，可以，行。一五二四点二五，然后再乘以四十二点五。OK。好，下一支，我换一支笔写吧。用这支笔写。我可以用这支笔吗 ？No。哦，用这支。OK。大红色的给你我。哦，这个是彩色的。OK。下一个，你算一下，一五二四点二五乘以这个。如果一个 color out， 你就 switch with。长四十五，宽三十。那肯定用这一个合适。那你看，I wrote so much。对，你写的好漂亮，你比妈妈写的要漂亮。我要用 this one 吗？可以，妈妈小时候上学，写完了字，记完了笔记，到最后都不认识，谁写的还骂呢？这个笨蛋写的字怎么这么不清楚？最后一看，妈妈就是。妈妈，我可以借一个。八十乘以三十乘以，谢谢。给你两张纸在里头。我用这个，八十乘以三十乘以一百，对吗？等于，对这道题。你是 already there？ 对我这么快，你好意思吗你？二四零零零零零零四个零 ，OK。Well, this one's obvious. 一点五乘以一点二乘以零点六等于一点五乘以一点二乘以零点五，一点五乘以零点六等于零点九乘以一点。给我一支笔，我不想用粉色的，我用这支。那你要用绿色的 ？No， 用这一支吧。No。等于、哦，我挺喜欢这个。Life is grand， 二九一点零八，等于一点零八。这个太 easy 了。对，不好意思。一点零八，这道题是好，这一道题是
二十二乘以十四乘以二等于二十八乘以二十二，二八一十六。我看一看，如果这个对。五十六，六一六，六一六 cm 立方，十就是六十一点，六一六零 cm 立方。一个玩具盒，喂，妈妈，体积，搞，那底面积是二百，太简单了。Wait a second。This can't be。你得多少 ？This can't be。那你还没算完呢。你还没有算完。哦、我在。Gosh, 我刚刚算了第一步，还没有算第二步。刚刚算了乘以五，现在该乘以二了，该做第二。你知道我不要点。Skip this one。好的。太难。No， 一点都不难。我不喜欢 multiplying this one。长乘以高。体积是二四零零除以八除以二十五等于三零零除以二十五等于等于二零零。等于，怎么搞的？二四零零。等于二零零零。八乘以二十五等于二百呀，二百二四零零。Oh my. Yeah, 等于十二。对，等于十二。但是又是这个题。杨溜溜过来坐。这个等于十二。Wait, this is a picture of guess what this is? 这个是 book set. Wait, 这你要放在 internet 上。Guess what this is? 对，好主意。但是如果他们看这个 video， 对，他们会知道。对，你快点写作业。因为你说了。你可以写作业了，我亲爱的小孩，好吗？一分钟。我这么不高兴。我写了那么多，我有没有休息？你休息了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这个那个的。你不觉得那个不够？怎么不够呢？为哪个 ？This。我觉得太够了，我觉得太多了。请你做作业，要不然我生气了。我知道。你知道我生气。求它的立方体积，这个是三十五，三十五乘以三十减去七乘以七乘以二十五。OK， 三十五乘以三十，零三五一十五，三三一零五零减四十九，
乘以二十五等于1050100001乘以二十五。哎呦，这道题太简单了，我都不好意思这么简单，你知道吗？等于250025，250025是不是？1001乘以二十五，5501200021025，那怎么搞的？那25025，25025，哎，为什么？1001乘以25，5005，2002，25025。OK， 杨溜溜过来吧，几个妞妞，25025。OK， 这道题是60乘以10。第一个是60，六十乘以十，加上这一段是多少？60减24乘以二十，加上60减24减24乘以12。嗯哼哼，No， 这个是二十，这个是乘以二十，乘以二十，等于，然后最后再乘以二十，等于600，加上60减24，这个等于36乘以二十，36乘以20，这个等于十，加上12乘以20，等于600。加上36乘以20，加上720，加上240，等于06 9 9加1 5 1560，最后再乘以20，等于00 26 12 25 10，31200 cm 立方，我都算好了。刘玲玲，该你做了。OK， 起床，妈妈生气了。妈妈，如果我把你小朋友。你快一点。好了，我不做了。